要吃粉饼泡泡了。我要吃。你这干嘛去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，二宝？你哭什么呀？妈妈不给我这个。啊，姐姐不给你泡泡糖吗？你给妹妹吃一个吧。不要。你看你都那么一盒子了，你给妹妹吃一个。不要。这么小气呀？怎么？啊，都破了，他就不给你吃啊！太小气了，他不给你吃，妈妈给你吃啊！不要哭了啊！来，妈妈给你一个盒子，妈妈来给你吃啊！妈妈来给你，来，你看妈妈这儿有口红糖，放到你的盒子里面去。看，还有一盒泡泡糖也倒进去。都给我小宝宝吃，妈妈这里还有更好吃的，还有糖葫芦果冻，也给我的宝宝吃，放进里面去，好，拿去吃吧。妈妈能给我吃一个吗？不行，啥呀？你不给我了？这个吗？我给你糖，行，谢谢，给你一个糖，给我赶紧切吧。